欢迎观看《恶魔城暗影之王攻略解说》第14章，这是 DLC 的第二章，也是最后一章了。整个章节分成两个小关，基本都是 BOSS 战，就是分成这个跟踪和对殴。开前面这扇门之前，还要对付一下这里几个剑豪，还有一大群收割者。之前也说过了，这收割者是虽然血比较薄，但是能把我们一击致命，这是非常不太好对付的。单纯的打的话还好点，主要是这里一些剑豪太碍事了。像这种攻击可以跳起来躲开，但最好还是别跳比较好，有可能刚一落地就会被这个收割者补刀。他们还是一般是两连击，多用一些圣水。XYY 那招攻击还是比较实用的。就剩这俩就好打多了。行了，可以走人了。QT 把门拉开。从这条缝可以滚着进去。从这儿开始攀爬，要跟踪上这个遗忘者。可以看到目的地了。这个遗忘者可以说是非常强，正常的打法是肯定打不过的，而且连被他发现都不行，会被直接秒掉，所以说只能藏起来，等他走了之后再继续爬。可以了，继续往上爬。下面的岩浆也开始往上涨了，而且速度还挺快的，这得快点往上爬才行。左边要把这块铁板拉下去，在这种危机关头还是这么浪费时间。这里倒也不算太难，就算第一次玩的话不算太熟悉，也应该算是能在岩浆上来之前赶上，正好逃走才对。毕竟前面十几个章节都过来了，这种攀爬也是见多了。这里设计的还算比较好走，没有浪费太多时间。比较难的是这里，往上跑的时候连续推两下摇杆经常跑不起来，这个操作比较蛋疼，而且方向也不太好控制这个视角。总之一路冲刺就行。哎，又没冲刺起来，这次看似非常容易的上来，实际上我从这儿死了不知道几十次了。哇，这货落到我们后面去了，立刻往上爬，躲起来，躲到这个铁板后面。行，可以继续往上爬了。
要从这里躲避上面掉下来的石块，一共是三个位置可以躲。注意力集中点，看着上面石块掉下来的位置，哪没有往哪跳就行。还是不算难的，而且也有一定规律，就算反应不过来的话，多玩几次记住这个规律也行。跑吧，这货落我们后面去了。现在还是没有被他发现，我又是这种地方。这遗忘者爬的时候全部往上看，这里想继续往上爬，必须等遗忘者过来，把墙上这些土块震下去才可以。不然的话，这个攀岩点是抓不住的。行了，拐个弯，躲好。可以继续去尾行它了。Human here. Who are you? Fool! I am your destroyer, demon. You! Pathetic mortal. Nothing can overcome my power. That outfit. You are a warrior of the Brotherhood. But something about you is different. Your soul's unusual. Mark my words, when I am through with you, you will beg for your miserable life! Is that so? You think you could defeat me now that part of my power is destroying the seal? Hear me, warrior. My power is unlimited. I will strip the living flesh from your body and devour your soul. Enough talk! Have at you! 正式开始和 BOSS 对殴，先上去给他腿上来一下，这就是他弱点。其他打任何地方都不会掉血，小心别离他太近，离远点，引诱他这个扔锤子的攻击，然后过去离他近身，攻击他的腿，打两下也是接着跑，等他收招之后，不然他会在自己身下放一个冲击波的攻击，这样的冲刺可以直接滚着或者跑着躲开。像他现在这样咆哮的时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攻击机会。又是扔锤子，继续过去离近点攻击他腿，接着跑。他跳下来这种攻击也是可以通过冲刺然后让他跳躲开。
两边这把刀也是比较容易躲的，只要离远点就行，先补一下血。在他失去一部分血之后，会到这个平台中央扔一个光球过来，按防守键就可以把球弹回去。然后上去 QT 就行。一旦按错了就会被秒。这次该攻击他的腹部了，得跳起来打才行。一般破坏他的盔甲之后，都会他会先咆哮一下，这是一个好比较好的机会。又是这把刀，还可以看到离远点，很轻易就躲开了。攻击的距离也要掌握好，有时候打不着。又是锤子。这是一个好机会，赶紧跑！又是锤子，好，完了！哎呀，这把刀也是要小心的，不过还是说离远点就是万事大吉。跳的时候也注意别跳太高了，又咆哮了，他这个往自己脚底下的攻击动作还不少。哎，又咆哮了，打这货得要有耐心才行，因为他对所有道具都免疫，当然并不是魔法免疫，所以说还是可以用魔法的。这样没了快一半血的时候，又有一次 QT 的机会，他会扔一个石块过来冲刺，然后二段跳躲开，到近处按二 T 可以抓住，这样这次 QT 完成之后，这第一小关也算是过了，第二小关可以接着再打。Underestimated you. You are a worthy rival. However, you must know that you will not prevail here. I grow tired of your idle boasts. Trust me, they will be the last thing you will ever hear. To end yourself now, warrior, by your own hand. You will suffer. That
I can promise. He will never find peace in light nor darkness.这一关开始又要是尾行这个遗忘者，注意不要掉到岩浆里，也别坐着这个石块跑到他前面去，被他看见。上一关最后能和他一战，主要是因为他把大部分力量都用在开启封印上了，不然的话还是会被秒的。水里这个不是水，岩浆里会这个时不时的浮起一块石头来，只要小心别跳过头就行。要跳到这个柱子上，往先往左边来。这个遗忘者先会往右边看，然后我们转过来。然后再躲到右边去。注意这里又得 QT 了，速度还算是比较快的，连续三次。这样坐着漂流的这块柱子漂到岸边就行了。这地上会有16个骷髅，试炼就是把他们都杀光了。由于 boss 是那个所有道具免疫的，所以说可以把道具都用他们身上。还是建议把难度调低一点再回来重新挑战这个试炼，他们真不是好惹的。从这里这个遗忘者又得把大部分力量都用在解除封印上，所以说又准备得开始 boss 战了。首先一上来就是要两次 QT， 这里破坏掉他手上的盔甲。还是会被破坏掉盔甲之后先咆哮一下，趁这时候过去先光明魔法补一下血。建议打的时候先把这个魔法补满了啊，不是，先去玩一下其他比较简单的关卡，把魔法和血都补满了再来挑战这个 boss。攻击方式和上一关一样，几乎是一样的。多了一招扔这个尖锥，
这招和那个用锤子的时候一样，也是可以过去近身攻击他的，离远的话倒也可以躲开他这个攻击范围。继续过来，哎，又没打中，这个距离感太难掌握了。现在他的弱点在手上还是比较好办的，等到一会儿最后那个弱点跑头上去，得二段跳才能够着，那样真是打起来比较比现在困难多了。又没打中，我得先想个办法过去吸收一下那些元素球，补一下魔法，免得一会儿没血了没法补。哎呦，果然做人不能贪呀、啊！又是这一招，继续近身，补一下血。这招不冲刺，直接二段跳也是能躲开的，不过风险比较大一些。还剩下一半血的时候，又能给我们一次 QTE 的机会。先从这儿站着别动，原地把这个拳套蓄力，然后等着他给这周围他推出来这几个石头通电。石头通电之后会变成红色，然后那个时候释放拳套把石头打回去，就能 QT 它了。它电的这些顺序是随机的，不过一般情况下我们脸前这个都是最后一个或者倒数第二个。看来还真是最后一个。可以了，这样过去直接 QT。 这次是破坏了肩部的盔甲，先上来打两下，接着跑。还是说多远点给他扔锤子的机会，然后我们过去近身攻击他。哇，这么多元素球，先吸收一下。都快没了，哎，这次不行，贪刀了刚才。哇，失误一次就会接连失误啊。最好别二段跳，跳太高容易打不着。行，这次应该算是最后一次给我们 QTE 的机会了。先冲刺躲开他这几波攻击，行了，可以回来了。捡起地上的三个锥子，扔到他身上去了。
准星瞄到他身上变红之后，就可以按 X 扔了。一共需要扔三次，他一次速度比一次快，最后直接向我们冲刺跑过来了。千万别慌啊！一旦扔铅的话，就会被他这个把锥子破坏掉，然后还能回血，就得重新打了。都扔到他身上之后，这是能 QTE， 最后把他脸上这头盔也破坏掉。现在可以说他算是进入到狂暴状态了吧，攻击频率比之前高了一倍，一多倍啊。这里更需要我们的耐心了，二轮跳跳起来才能打到，一般情况下放这一招的时候会把头低下，所以说不需要二段跳也能够着。手残一次就接连手残开了，没事，幸好还有点光明魔法能补一下血。被他收招这一下打到了，菊花都有点不敢过去了。坚持打两下就跑的原则，糟了，还好及时躲开。很危险，刚才又摊刀了。哇，
哇，这次真玩大了，玩脱了。行，看他也快撑不住了。抽了这么多下，愣是没抽着他脸。差一点了，终于死了。最后打中这一下之后，也不需要 QTE 就能直接结束它了。You cannot triumph here, fool. You have no comprehension of what you are up against.The seal is open. I'll enter your world now. It will be reduced to ashes, and I shall inflict 10 times the pain and suffering that were inflicted upon me when I was imprisoned by your brotherhood. I'll let you live.So you can witness your complete and utter failure. 这样，恶魔城暗影之王的攻略解说也到此结束了，感谢观看。最后我还加了一段暗影之王2的预告片，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An unusual hiding place for the Prince of Darkness. Zelbeck.Yes, old friend. It is I. Where have you been all this time? Out there,
amongst the living. And what of you? Why have you been hiding all this time? I cannot die. Yet, I cannot live. A mere shadow of your former self. Shadow, am I? What do you want, old friend?Satan's acolytes are readying for his imminent return. It is time to get out of this wretched tomb you have made for yourself. Stop skulking in the shadows. Help me.And I can free you of your immortality.